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六月十二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今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高溪船号贵宾靠岸，屏东东港一晚号三号在十分半暝点挂，贵宾外海防靠岸，家属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到三港救。又个人力报告部分的人力合并，按七月六号开始，民众假限时的确实想要今日假今日到，爱加入一寡钱。立法院今日举行大法官同意权投票，廖亚龙加入动员。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搁有咱台湾的渔船和菲律宾靠岸。这是屏东东港德湾号三号，第三分半暝点挂左右红靠岸。菲律宾方面，伊是表示讲，船只进入去菲律宾海域的时，并无事先办理通报，因初步嘛认定有偷掠鱼。船顶即嘛运两个咱台湾籍的渔船，家属即嘛是真着急，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到三港。渔船顶摆号三号、十一号号菲律宾靠岸，船顶两名台湾籍的船员嘛，从阿登的路送到门外。家属昨天暗接到消息，哭甲真伤心，因为其中五艘轮机长第一件出海掠鱼就出事。刚回来的孙女，即马算讲，即个船长也是阮厝边的啦。嗯，阿公要坐飞机都来看伊。因说船长的弟弟嘛批评，顶摆号三号东港准备前往渔业基地载外籍的渔工，船顶只有两名台湾人，根本无办法掠鱼，菲律宾不应该靠船。甲通过呢，都唔是讲去遐甲作业甲掠鱼啊，佫对唔对？伊拄昨昏拄出去的尔。不过根据船走的路线，其他渔民认为，顶摆号三号应该是弄入去菲律宾的领海。啊，这道伊界限嘛，甲闽南语遮里来，基本就是自投罗网，一条也牵伊。根据菲律宾甲外交部的通报，德湾号三号无依规定挂国旗，要通过菲律宾的领海嘛无事先通报，可能会被起诉。目前两架船拢平安，指挥代表处会前往协助。记者王安川、柯建准综合报道。来关心，搁传出产生有 MERS 的病例，这是咱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和平分院，伫昨昏暗头啊收到三个发烧的患者，和医护人员拢真紧张。好佳在经过调查甲检验，其中两个按韩国转来的人，伊已经转来超过两礼拜啊，超过 MERS 的潜伏期。还佫另外一个查甫人，伊根本就无去韩国，所以三个人拢无防卫着。大张莫斯风一位教官，就当地病院急诊室大门口，不少出力人员拢大嘴安，因为在好暗时，传出台北市的联合病院和平分院有三位感染莫斯病人挂急诊，和急诊间去病看病加就业病情拢真紧张。我今天又预约单，我眼睛开刀的啊，啊没有来又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办。我会担心，会担心，我就叫家人哈、哦，再注意一下，这很严重的事。台北市电医表示，这三名病人其中两位是住在十八区的母仔，十八囝甲老母拢出现发烧症头，严过因两个人为南韩旅游回来台湾已经超过三礼拜以上。另外一名查甫人也是出现发烧，严过最近无出国旅游史，所以经过一调了后，三人拢确定排除未着慢性可能性。女儿是四个月都在台湾，妈妈到台湾已经三个礼拜，超过三个礼拜。而且没有发烧，也没有咳嗽的症状。南韩境内莫氏确诊病例又搁增加四例，感染人数达到126例，有十个人死亡。另外，为了防止莫氏扩散，南韩也宣布会对出现过莫氏病人两间病院采取防疫措施，所有病人加医护人员都禁止出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发生。为了建立稻米生产安全管理，按今年开始，农委会规定农民伫咧交稻仔时哦，一定要留一公斤等待抽检。假使抽检结果方检出有农药残留，上岸管会当罚150,000。农会工作人员无应将农民送来稻米进行检验，只要无间时间，稻米有药物残留就会当出炉。因为今年开始，只要农民要采收稻作，就必须要留有一公斤，等待农粮署进行抽验。伊讲你也会放心吼，就免验啦；啊，未放心就爱提来先验一下啦，先验下啊再挂。啊那啊无吼，伊这完了挂去吼，伊会提我采样啦。验是爱验，吼、哦，对人较会款吼，要食人较会放心。为着要建立稻米生产安全管理，农粮署规定为今年开始，要针对稻米进行随机抽样。对此，李荣乡农会就表示，只要农民会当遵守用药安全，
接受一毛送到浪费性检查，来确保钓鱼的品质和安全。目睭咱的水流，和咱的钓竿也有沾毒的时阵，沾毒的时阵啦吼，啊，可能会收到15,000-150,000这个罚款。所以讲，对咱来讲呢，这个金额呢，啊，非常的大，因为咱算足辛苦的啦，啊，大家啊，另外遵守一下吼。卫生单今年五年一期就做采收期，已经有真侪农民陆续来采收，但收到这阵啊是安稳地平传。政府提出随机抽样钓鱼的对策，希望帮消费者来把关。另外，今年流量轿车开关价比往年更加好，每百台件的价格就1,010元，比去年只有960元，阁悬出50元。最主要是因为气候适合钓鱼生长，个人休耕的面积增加，和整体产量减少有关系。记者向吴林报道。来关心台北市五大案宣布已经结案，其中万雄大巨蛋确定要甲台北市前财政局长李树德移送法务部。早起时，监察院嘛出动三个监察委员，甲台北市政府人员因做伙去大巨蛋，重点就放伫咧公安的问题顶头，嘛要来看这监察院进前要纠正的39项的缺失，敢有改善，顺势万雄目前工程的进度。会当看到一台一台乌头车开入去万雄大巨蛋工地，监察院大动作到现场去会勘。这届是出动三个监察委员，包括包宗和、王美玉、甲江启文。另外，也佮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甲林清荣伊嘛作陪。稍等的时阵，伊要伫咧台北市议会公布会勘的结果。根据了解，目前台北市政府同意万雄部分来复工，所以监察委员嘛要来了解复工的状况，也佮有一份板南线，敢会因为天降造成影响，另外松山烟厂上演也是会勘的重点，因为大巨蛋施工造成这古迹毁损，敢会当改善，会当做回了解。继续来关心代替司机，因为要爱轮班开车的时候，常常遇到紧急的状况，主要力头嘛爱吼这体力，所以查甫司机是真罕看。今年是有一个大学的毕业生，一个查甫囡仔，伊叫做张英环，伊受训练了后，即马顺利考到司机员，伊只有26岁尔哦，伊即马嘛是代替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女驾驶。拄到司机员和轻行李箱，26岁张英环透早起车头报道，展开还是司机员的职工。坐到司机员的位置，确认各站的到站时间表，一边跟那行控中心点点列车资料，一边开始手动操控。因为是还是司机员身躯边有一位正式司机员坐定，张英环是代替有史以来上少年的女性司机员。不少乘客在车头看到伊，拢感觉真意外，有这么少年的女司机。非常讶异，会睁大眼睛，然后就是哇哦，女生对，嗯。有人跟你比赞或是加油什么一些？有，妹妹对妹妹超赞的对。代替表示，虽然张英环真少年，但过表现袂歹，伊今年底就当转任正式书记员。但过其实伫培训过程，张英环为了达到代替要求的手压动啊压力上无爱35公斤，也经过辛苦的练习。买个握力器，然后可能想到的时候就会训练这样。练到你肌肉都长出来了。有，因为对，就是可能练到大拇指会酸痛啊，肌肉拉伤之类的。张英环讲，虽然亲人感觉伊工作真辛苦，也是查甫人工作，也不过上尾也拢支持伊。即马总算会当开火车，也算讲是完成梦想，会当平安的载旅客，会感觉真有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目前是全球生育率上较低的国家，嘛是人口老化上紧的国家。土药政策催生联盟再去开记者会，伊是批评苗栗县政府最近公告有较悬年母的计数，或者苗栗县的年母计数即嘛是起价甲台北同款贵，因正烦恼其他县市会对咧进行即款错误政策。前几天台中一名8个月大的查甫阿姨和尼泊尔台死亡，两位尼泊尔已经被起诉。像这种阿姨的事故一再发生，长期关心国内土药政策的团体认为，土药补助政策造成尼泊尔一直的起价，但过品质却无相对提升。为今年开始，政府要管理尼泊尔收费来阻止不当的起价。目前已经有台北市跟苗栗县提出定价的办法，但过因发现苗栗县政府提出的办法非常错误。同时数应该保姆的收费有点不一样嘛，对不对？台北市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每一个小时有自己的定价基准。可是苗栗县没有，苗栗县就是只要你是日托，不管你几小时，全部上限都是最高数。
苗栗县政府就做了错误的示范，如果其他县市跟进的话，台湾就完蛋了，以后小孩就生不出来了。人民表示，苗栗的日间投药无分时数，上限拢是16,000元，佮加上副食品上限2,000元，佮台北收费差无偌济。以台北市北投区来讲，是分作时数，佮分高中低三种标准，予家长会使来查收费的水准。也毋过苗栗县政府回应，因为苗栗都市佮增加差价侪，即个只定上限。办法跟他们一样分区的原因是我们考量，因为我们有原乡，我们原乡区的收费会更低一点，我们全区里面建了一个上限，就是不要超过这个部分，其他部分保姆跟父母都之间可以做契约上的协议。人民说目前苗栗已经有很多年保把计小起到上限，因为政府应该就是年保定价避免不同的起价黑白收费的现象，也应该立法来推动年保遴选的制度，才有机会才能够解决资源化的危机。记者陈淑君、陈立宏台北报道。来关心检调侦办，云豹装甲车采买备案，昨昏出动19个检察官，去敲中兴电工、易容甲客服公司，以及国防部军备局疾控高厂，嘛带登去57个涉案的人员。其中中兴电工的董事长江继福，因为涉嫌重大，则是以500万被交保，另外嘛有8人被交保，还有7个人即马予检方查清去啊。上午中心电工的工作人员来到台中地检署，把将交保金准备好点交，随即将证件被带回侦讯的高山人员以及董事长江继福来接走。也没有什么话说，态度低调，啥拢无要讲。不过警方调查，中心电工来抢标着云豹驾车的底盘动力系统，以及转向机械，跟中国的劣质品来抢锁，然后为着要来通过验收，嘛有些军方人员来放水，所以故障一直发生。检调收缩军方甲枪声，嘛带回中心电工的董事长江义福，等57个人来侦讯。说他们是以一个刺激品去填充，那么经过我们主要就是调查相关的维修记录。也有他们整个货品的一个来源记录，那我们发现就是说相关的品项应该是不符合契约规范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他们在整个验收的过程里头是有一个瑕疵的。除了江义福500万交保，另外易容科技的负责人张光明、区刑事馆长等7个人也认为有串证之疑，向台中电影来申请羁押，其中一个人是军方的国员，涉案前去各地追查。厂商他是以一个假交易的方式，做假账的方式，那么将钱的流向应该是在做一个行贿使用。当初讲是国军家己做梁山的驾车，还阁是阿国为阅兵的重点，现在传出弊案，让军方的形象再次受到损害。警方嘛以行贿罪、违反竞交法、政府的采购法、诈欺等罪嫌来对查涉案侦缉。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货关邮差的问题，进前一直发生，也引起讨论。为了改善劳务无平均的问题，中华邮政要按7月6日开始增聘人力，要甲部分送限时批的邮差，甲这快捷甲包裹的邮差哦合并。所以后摆民众开始想要今仔日寄、今仔日到，就要加纳一寡钱啊。信封箱还是邮件，逐天中昼进前寄出去，下晡也是暗时批就会送到。不过7月6日开始，要当日送到的民众要改寄快捷啊，因为中华邮政为了改善货款邮局的批评，要开始做人力的调整。他专门在送这个邮那个限时的邮件，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因为我们有差不多有一些普通的邮件呢，有几千万件。那变成这个整个的大家的这个分配的部分的话，会比较不平均。中华邮政强调，限时的邮件一天全国敢那有2000几件，改做隔天送到，敢那会影响到少数的民众。不过改寄快捷邮资要为52块变做80块，较重的要100块，影响如何？民众的看法无同。这个本来限时就是有它的作用嘛，对不对？你如果说改成第二天的话，跟以前是。只能接受啊，我没有有别的选择吗？中华邮政表示，目前当日咧送限时邮件邮差全国敢若有50几个人，精品即挂人，敢会当改善货款邮局的问题，工会嘛真质疑。根本解决就是说漏子劳基法嘛，漏子劳基法，你这个部分意思就是要给加班嘛，那公司要去衡量到底要加人还是给加班。
工会表示，敢若有回归劳基法，才有加班费的制度行，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所以也是会照原计划，六月二日动员邮差甲邮局的员工行上街头抗议。记者林振禄区福宅台北报道。接下来关心国际新闻，日本九州落大雨造成灾害，当地政府即马警告南部爱注意土石流。另外，伫咧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是落山啊，甲交通大受影响，也佮有美国的中西部嘛出现暴风雨，2000万人受到影响。美国中西部位科罗拉多到密西根等十二州，伫24点前内发生几啊件暴风雨，2000万人受到影响。其中伊利诺州洛宾格、纽约北部丘瓦和更烈风连根拌拌起来。佛罗里达西纳拍到电火条啊，牵出惊人的火。上惨的是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当地河川泛滥，烟花积水超过八道边，当地居民是不愿蹲沙包。So right now, all we can do is wait and pray.And stay hopeful. 转到澳洲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礼拜四就变较好，变到大家涂骹变变凉凉，好比个厝内边上拢惊到要死。摄到阳台外口变到台式的奇景，这场变较好也带来严重大水，马德里大众运输系统就安尼瘫痪。另外，日本的九州同款大雨成灾，熊本县150栋厝淹水，路道瓦砾顶家厝受潮壁崩起，共着他们的宝地。有关当局也提起本周南部疾病严防土潮流，去当地旅游的民众该注意天气状况。记者从海报道。中国是全世界食薰食上界向上界侪国家，超过3亿人伫咧食薰。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北京按这个月开始要实施，讲是史上上界严格控制食薰条例。有厝顶有看挂的，包括室内也是车内拢禁止食薰，一个学校附近100公尺内嘛袂当卖薰。六月初二，北京市控烟条例正式实施第一天。卫生监控官员特别到一间生意真好的重庆火锅店，向业者再三吩咐要配合执行新的禁烟令。各个系统对他有一个很好的要求，对自己的下属单位进行了日常的监督考核，这样的话会督促他落实我们的主体责任。我相信这个控烟条例不会是一纸空文，应该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不是北京市政府第一遍推行禁烟令。1996年，一个2008年奥运期间，拢捌推行过。也毋过新版的禁烟条例，号称是史上上严。内容规定，伫北京市所有有看挂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甲大众交通工具，全部拢不准食薰。伫学校周围100公尺内是禁止卖薰。餐厅、咖啡厅、夜店营业者，就要伫营业场所内面打禁烟的标牌，加通报电话。若无会被罚人民币10000块，只有食薰的人被处200块人民币。在此之前，罚款只有人民币10块，而且真少罚。肯定有影响呀，感觉因为二手烟好像比那个抽烟更严重，是吧？我觉得应该最好是不要抽烟，在公共场所。中国是全世界上大薰片消费国家，食薰对中国人的健康危害真大。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就讲，中国食薰的人口超过3亿，占全世界食薰总人口的1/3。男性伫咧其中占53%，女性占2.4%。每年差不多140万人因为食薰所引起的相关疾病死亡。那安尼是，即款人食薰时阵所吐出二手薰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每年有10万人。我们201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74%的不吸烟者都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所以你可以设想，那肯定是很多地方都在抽烟了，对吧？推广禁烟除了处罚以外，要软诉求。代表北京教授体育馆就挂着大型的禁烟标牌，一个阿嬷阿婶还搁做跳舞大队，伫咧空场顶唱歌跳舞，宣传无食薰对健康的好处。严格问题是，薰伫咧中国唔单单是一项消费品，也阁是真复杂的人情加社交物品。Any of my friends in the business that have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just don't believe it'll last. It's something that'll be, you know,
ignored or just maybe be enforced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n it'll go away. It's difficult to enforce a weak law. Now we have a very strong law, so that's a big difference. And the second difference is with the penalties, not just that they are higher than in the previous law, but that the penalties will be on the owners and managers of restaurants or bars or other premises that don't comply. And that's a big difference because it puts the incentive in the right place. 记者综合报道。关心股市，来看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昨昏昨暝拢收红，带动亚洲股市今日降波走悬。不过，咱台北股市表现了较弱势，开盘是跌7点，来到9294点。开价了后，虽然在盘中有变红，不过徛袂在，指数又回去到平盘附近。今日传统产业类股有起有落，以硬件类股表现了上界强，指数是大起超过1%。金融股同款有较强的表现，塑胶甲钢铁的表现是较弱势，拢降波落的。电子股的方面，股王大力光甲股票汉维科、台积电的股票介绍拢有走扬。不过，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虽然为着要稳掉内部员工的信心，有写一张批给员工，讲伊有信心会当改变即卖状况。不过哦，赶快无法度挽回市场的信心，今仔日股票继续落。来关心，伫咧核疫厂的核电料池已经无够用啊！大型的储存场佫无法度启用，因为所以台电即马就提出讲哦，要甲高解的核废料送到国外去处理，即马变了112亿个预算。不过调解协商了后，伫咧昨昏国际预算全部冻结，环保团体是表示遗憾，因认为这条预算应该直接汰掉。核一厂一号机上转超过30年，用过核燃料池仅存高速的量接近满池。为着要解决干式储存厂无法度启用、高放射性核废料无所在通去的问题，台电编112亿的预算，希望送到法国缩小体积，再处理了后稳当的台湾。而且立法院进行调解协商，国际先冻结预算。环保团体讲，再处理计划恐将变成另外一个钱窟下，合约应该直接删除。追加的预算是在国际上一直看到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处理核废料的方式，它是一个拖延时间的方式。它不但拖延时间，它也浪费钱。民间团体三天来立法院长官郑泽监督，对冻结不是三度预算表示遗憾。台电讲，境外处理并不是已经确定是送到法国，但是继续拍拼争取立法院支持。环团的一个设定的某一家这一部分呢、啊，我们现在也不方便表达这方面的意见，还没有笃定确定是哪一家这样子。是。立法院决议由立委按政党比例组成专案决策小组，三个月来做成决定。对再处理计划，台电甲环团的看法依然是对立的。环团呼吁台电应该公开所有合约内容，予各界来检验。记者林佳美、夏基文台北报道。来关心有台湾健美女神名号的女子健美选手李艺明，伊参加第49届亚洲杯健美锦标赛当中，伊摕到女子组的冠军，已经连续3年伫咧亚洲摕到冠军啦，嘛可以完成家己的愿望。专注的表情，认真的在做运动，伊是李艺明，也是今年代表台湾伫亚洲杯健美锦标赛当中摕下女子组冠军，完成3连霸纪录的人。伊讲终于完成家己的愿望。也许在第一年我拿到的时候，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啊，你真是幸运啊！今年能够又缔造这样子3连霸的一个记录，我想我证明了我的实力。其实李艺明当初会踏入健美界，纯粹是感觉健美比赛真趣味，但是伫成绩一档比一档较好了后，伊才开始专注于健美的训练当中。但是却面临现实的问题，就是经费不足的困境，加上各国奖章规定必须要6国6人以上得奖，才符合领取奖金的资格。因此，为了兼顾生活，只会使继续动力。很现实的就是吃饭的问题。对啊，我们是业余的选手，所以很多时候不管是工作、生活这一类，你都是要兼顾。那有时候，为了工作，你可能势必得牺牲一点训练的时间或者休闲的时间。虽然如此，李一鸣也是坚持家己的理想，每天除了固定练习3点钟，另外也进入社区教学，希望推广健美的活动。
伊笑笑也表示，目前只会使小可休困，因为在一月香港还有一场大赛，伊必须要持续的进步，才会使再次取得好成绩。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美国加州有一场马拉松的比赛，有一个参赛者，伊是92岁的老阿嬷，伊叫汤普森，伊用了将近7.5小时完成全长42公里的比赛。早7:24:36，今年62岁汤普森完成42公里的全马赛程，在边疆的欢呼声中，带着陪走的后生做伙到终点，改写马拉松女性跑者上最会纪录。I'm amazed that they're interested. I just feel I don't deserve this, but I'm enjoying it. 来自北卡罗来纳的汤普森，少年时阵是一名钢琴演奏家，一直到76岁才开始接触马拉松。伊当作两届战胜感情病魔，家族有真侪人调侃往心。一名教会朋友邀请伊参加马拉松，为感情建筑募款，已经阿萨利就答应啊。想未到一走就是16年。I always write to my friends and I say, I think this is my last year, and then I do another one. So this is my 16th, and I'm real pleased that I could get through it.今年比赛对汤普森意义特别重大。一月份的时阵，佮伊结婚68年的翁婿王星，真正为了照顾破病翁婿，伊无真侪时间伫咧练习，佮再加上一支脚细菌感染，予伊身心退役。现过伫咧56岁后生布伦尼的鼓励佮支持之下，伊克服伤痛走出来，佮再为伊家己人生创下一笔的纪录。Well, I think maybe.100? I have no idea. I was just very surprised I could finish today.汤普森坚强的生命在不能让自己的后生十个儿子和10个孙建立顶款，几十年代也为血癌加淋巴瘤的病人募到超过10万美金的基金。记者综合报道。真的是超级阿嬷有够厉害。继续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立法院今日要审查包括向下修正投票门槛到18岁等等，总共35案的修改宪法案。所以，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今日嘛亲身参加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大会，希望党团甲民进党的立委会当尽力来完成修改宪法案，达成阶段性的目标。走得好！头一届以党主席的身份出席民进党党团大会，民进党立委马龙化总统贺，不过亲身来立法院，就是因为12号下晡，立法院要针对35个修宪案调查协商，蔡英文嘛宣示推动修宪案要过关的决心，嘛无忘记即要向国民党化话，卖绑架修宪案。那么降低投票年龄以及不分区立委分配的门槛，是本会期就可以完成修宪的工作。任何对宪法有使命的政党都不应该要绑架这个社会的共识。现在是包裹表决呢，还是要逐条表决？我们也不知道，要经过协商。基本上，应该是要逐条。国民党团表示，除了下修投票年龄到18岁，哪里有初步共识以外，修改案真多搁在协商，但是要逐条来审查，还是包裹来表决，哪里下晡恐惊会搁在吃饼。另外，2016年总统大选，更是变成两个查某人的战争。蔡英文今天也在立法院内底参观台东的特产。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是伫现场主持议会，两个人拢在立法院，暗个王无见王。只是媒体民调嘛显示，蔡英文甲洪秀柱两个人差愈来愈少，落差敢若3%。只是洪秀柱要代表国民党来挑战，还是要请通过党内初选民调一关。洪副院长这一两天要进行民调嘛，同样是女性的从政者啊，我们也祝福他。好，谢谢。我看你们两个人的民调差距好像越来越近了耶。好，同院不同场，就是，不过这是我的主场啊，就是立法院是我在这边呐、啊，他来者是客嘛，他应该今天算是客人啊。洪秀柱要变党内民调过关，伊讲家己已经坚持到12号，党内民调开始拢无退选。民嘴周玉蔻进前讲，伊11号会退选的讲法，敢是应该出来道歉。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呢，立法院是咧进行4个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同意权投票，调查拢加急动员。国民党是要求每一张票拢爱投入去票箱，根据规定，只要超过1/2立法委员同意就当通过。本来考虑讲，甲要入去投票的民进党团，最后是开放投票，无采取
反对的行动。国民党伫咧立法院阁有过半席次，所以估计哦，即四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应该会当顺利过关。立法院行使大法官被提名人同意权投票，国民党甲其同关被号码总统提名四位大法官遴选法务部处长吴承桓、苏宁第一院长林俊毅、律师黄鸿霞，一个代代法学教授蔡明诚顺利通过，紧急调回出高清界的位等来投票，全力支持，而且要求啊票票入柜啊，因为这个一定要高达57票的这个高通过的这个门槛呐、啊。所以我们要求全面动员。这期马总统受用为了将爱法律解释权，这任期上尾啊，搁提名大法官遴选的民进党团，原本搁在讨论是毋是要进场投票。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亲身坐镇督军之下，决定持开放态度进场投票。也毋过，民进党对比提名人吴承桓，去年一直阻挡通信保障加监察权，也搁另外一位被提名人林俊毅，因过是马英九特别会案的新任法官，又搁判马英九无做定案上意见。党团是尊重党团成员的自主投票，但是对其中两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是蛮有意见的，只不过并没有做成这个一致投票的最后决定。经过立法院这款行使权，立法院行使同意权较超过的分之一，就会同意就会通过。因为民进党团这届无采取抵制行动，国民党又搁在国会有过半席次，一条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会顺利过关。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要进行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同意权投票。在昨昏进行审查时，立委是真关心因对一寡议题的态度。针对四项的态度，四个被提名人因拢认为，在无法度让民众安心的状况之下，即马无应该废除四项。另外，在咧通奸罪议题顶头，大多数的大法官被提名人伊是表示，刑法无应该介入这感情，所以应该通奸除罪化。总统提名四位大法官人选11号到立法院接受质询，为了了解因对社会重大争议的个人立场，有在野党立委将四位被提名人拢叫上台，针对最近炒了真厉害的废弃议题，爱因表达立场。废弃绝对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愿景，但是以目前如果有我们国内的状况来，就目前。还没有那个废除死刑的条件呐，哈哈。结果四位被提名人一直认为，在保护民众安心社会环境之前，不应该废死。你伫通奸独罪化的议题顶端，有三位被提名人是举手表示同意，因为婚姻出现第三者，不应该由刑法介入。这个通奸罪除罪化，赞成的举手好吗？你赞成这个通奸除罪化？你也赞。三个赞成，那这个是个婚姻忠诚，应该是由这个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基于刑法迁移原则，应该婚姻不要用刑法来绑住它。另外，在成立性专科和跋筊专科这议题顶端，大部分被提名人拢表示同意。性和跋筊是人类天性之一，那应当时晚照顾加以管理，才袂泛滥，或者是问题真多。记者综合报道。在4月22号定期会开未成了后，台南市市长李全教伫咧今仔日宣布继续开会，不过市长赖清德同款无到位。李全教是大声骂赖清德，另外伊嘛表示讲，伊无信任赖清德市长的合法性。台南市议会今日开第一次定期大会。但因为时间多好，甲警察局备用大会拢齐，因此有个9:30开始开会，定期会到了透早10:30左右，只有吴东一个议员签到出席。你今仔警察阵哦，你上议长到足侪议员去参加警察阵啦，所以有哪下等议员回来时阵就较忝啊。10:00左右，台南民众李全教回来议会，现场等待的大批民众嘛喊声来支持李全教。同时，李全教受访的时阵嘛再次炮轰台南市长赖清德面对司法案件未信审判，以及无咧顾市民的权益。同时，并无看到宪法和议会的权益，因此党团嘛故意伫还未入来议会进前，无要再称呼伊为市长。赖市长，他漠视宪法给予我们议会给予。一人同仁的相关的权利，我们有理由强烈的怀疑赖市长患了严重的人格分裂症。我们已经不承认
它的合法性。从现在以后，我们议会同仁党团的决议不再承认他市长的合法性。到个位置，当时会第二大会签到人数甲二十二人，还未达到法定开会门槛的二十九人。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教育部修正高中毕业标准，甲本来七个领域当中只有三项及格，就当毕业的标准提悬爱四项及格，才会当摕到毕业证书。即马目前全台280,000的高中三年学生，算算的大约有一成学生无法度达到标准，所以差不多有30,000人左右无法度摕到高中的毕业证书。又过到了毕业季，最近不少各种举办毕业典礼。现过教育部修正各种毕业制限，加原本七个领域当中只有三个领域及格就当毕业的标准，改做必须爱四个领域及格才当摕到毕业证书。根据教育部调查，差不多在93%学生会无法度摕到毕业证书。其实我们同时也请学校对于学习表现比较不理想的学生，那他们应该落实预警的机制，然后尾端也有一些补救的措施，那包含学生经过补救教学之后，那应该给予相关的补考的机制，这都是在我们整个评量准则修正之后的配套。因应2022年国教教育部修正评量准则，也就是讲，学生毕业干了考体育、艺术活动等会考考顺利摕到毕业证书。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认为，对于教育条件较弱的偏乡地区地区，恐惊影响更加大。如果说是一个补救教学、个别化查学、教育化查学，那这个部分都已经在做了。还有一种多元但是差异化的评量，好，所以这应该是长期就要关注。而今天不是到结束的时候，然后拿一张清单告诉你说 yes 或 no， 只有他。2分法，然后他傻眼了。教育部表示，提款制限是3年前就决定，全台280,000多名国三学生当中，因为制限提款包括到毕业高中生差不多300,000多人，比例在预期范围内。了后也继续预警每一个高中和学校甲学生更加侪时间准备，而且学生若是无达到毕业制限标准，也是会用领到就业证明，无代表毕业上高中。记者从下报道。彰化明仔桃园市的环保局分10路，针对6大工业区进行桃园有史以来规模上大掠空气污染的稽查，去掠到8间的工厂，其中包括一挂大公司，亲像万东新世纪、金相电子，也佮有先锋通信这上市上柜的公司。在和暗时，通识环保局分组10路，针对大园、观音、鼓山、平顶、中寮、右西六大工业区40间工厂，进行桃园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空气污染电荷气渣大扫荡，共划8间工厂，其中2间上市公司，关东新世纪加金相电子，也佫有1间上柜公司先锋通信，当中共划金额130万。针对整个气象条件跟许可资料，我们去做比对，我们发现有4家的可疑工厂可能会因为排放废气而造成空气的污染。这届被告发的8间工厂都是违反空气污染控制法，限期一礼拜内完成改善。其中金鼎实业一年内违反同一个法条3届，污染轻微厂商，环保局无排除推出指令停工处分。停工期间，我们将在警长公司装设电子脚镣，严密的监控。在停工期间擅自去操作设备，我们就依照整个一个规定，涉及刑事责任，就移送地检署做侦办。环保局表示，被稽查告发的工厂，除了限期改善以外，都会直接优先管制名单，增加稽查的强度。只要一年内违反相关法规3届以上，就会依法直接停工。另外，若是牵连刑事责任，也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最新的消息，这是立法院今日进行大法官被提名人同意权投票。在头拄啊收到的消息，4个被提名人分别是律师黄鸿霞、法务部政务处长吴承桓、台大法律系教授蔡明成，以及树林地方法院院长林俊毅。虽然民进党立委是认为吴承桓甲林俊毅因投落来反对票，不过伫咧国民党人数优势之下，头拄收到上新。
新的消息是四个被提名人拢已经过关，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关心，即马天气热热热，真侪人拢真喜欢啉仙草茶清凉个退火。桃园区的农改场诶，即马就经过二五年改良，总算推出一款新的叫做桃园二号的新品种，唔免转直接用泡的就当啉。金紫色的它连带着它叶子会带一点紫色，那紫色的部分就是抗氧化比较强。这种桃园二号香华是桃园区农业改良场经过二十五年品种改良，自全台湾找来三百多种本土种的仙草，育成的仙草新品种。香气比桃园一号仙草更加高，而且掌心较悬，较好势采收。传统的一号是铺在地上，那采收不方便。那这种采收方便的半直立株型，我们还可以利用那个机械采收机来采收，像那个割茶机这样子，哦，直接就采收了。因为现在比较短，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都会用手采。那手采的话，就是我们像可以采一斤四叶这样。台湾每年进口仙草852吨，比国内家己生产的仙草519吨也搁较侪。最近几年来，桃园由每新竹关西地区推广休耕地活化，种国产的仙草。桃园二号仙草就香气高、采收方便，会当到处采收的三大优势，会当做这地包、地米、掌心，一个会当下地，估计当增加一倍以上的产值。做有机的只能用人工除草，没办法喷那个杀草剂啊。一般的品种都是九月底就会开花。那我们的品种在十月底才会开花，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采一个月，可以增加一到两次的这个产量。有机栽种的桃园二号甲幼苗瓣来回冷各烘过了，只要冲烧水，就敢那是伫咧厝内泡茶同款，会当直接啉。甲过去仙草茶总是下四五点钟来比，是咧加正省时。改良场目前推广栽种的面积有10公顷，估计七八个七八了，未来我希望会当推广到50公顷以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的桂水街文明楼，2006年时，和台北市政府已经列作市定古迹。不过，即马现主席拄到三环，还有多景这议题，有引起淡薄争议。台北市的文化局因为当地里长要求提出废除古迹的要求，昨昏是组成文明楼鉴定小组到现场去会勘。最后，委员是决议同款维持市定古迹，并无改变。文明楼准废弃地引起争议，当地住户不希望社区甲新产业联相做伙，加上环岛平台社区内是要多景，文明楼存在会影响基地开发，甚至是消防安全，所以地中央政府提出废古迹的要求。他们观光导览是从这边进来，一进来就是一票人，大家将心比心嘛。假如你住在这里，你的感想怎么样？对小孩的教育好吗？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请市长说要拿出魄力来。也不过文明楼在2009年就指定是市定古迹，第二村协会甲前工厂小舅阿姨也说明文明楼对时代意义。啊，咱工厂馆较特殊的，都是公益内底一挂软体，一挂无形的故事，我直接一一拢会讲互听。你玩那边讲要伊个保卫啊？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靠建筑设计解决。对我们认为，其实还是有共存的可能。不然，如果文化资产遇上开发，就要废掉，就要拆掉，那台湾的古迹不就拆光光了？文化局邀请文资委员组成文明楼计划鉴定专小组，进一步勘察内部建筑结构甲环境。古迹要废除的话，也有相关的废除的标准。那这些是不是符合这标准？这个状况结构啦有没有问题？我们会请委员看完之后，到时候做出讨论。本次委员上尾决定维持原案，本频道依然是市定古迹，低调表示继续沟通，不排除提案发起公投，让附近的住户参加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义美战争120周年，苗栗县政府11号重新阁出版作家李峤《秦归大地》的剧本，讲的是台湾割让土地给日本时，了后这客家有三个对抗日本的英雄的故事。对着剧本会当阁一届出版，和李峤老师是真肯定，嘛真欢喜，认为这是伊做82岁生日上佳好的礼物。暗淡的辅助。脱离苦难来看房，来看房。
在李桥查某囝李淑婷甲联合大厦舞团系学生，读到李桥珍贵大地剧本片段，1895当时的抗日情形，和参加人好亲像是伫现场共款。历经数次激烈战斗，最后壮烈牺牲，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也是桃竹苗地区客家先民值得骄傲的一页。电影《1895》就是改编自李桥老师的册《珍贵大地》。1997年时，由客委会出版，7年后由苗栗县政府再版。除了要纪念伊为抗日120周年以外，县府更加推崇李桥一生，发扬客家文化，也希望透过文字彰显珍贵史料，显示客家先民忠肝义胆的精神。那希望啊，家珍家白基本哦，这个一个延续，我们能够世代相传客家的一个这个忠义的精神。所以我有一个心愿，就将来呢，这部戏啊，希望能够继续有心人士共同来再改编、再拍，好，再把它发扬光大。对剧本再版，侯立桥老师是真欢喜，也对县府在资源困难之下，依然愿意将钱投资在文学顶面，表示肯定。县长被这一本已经出版过的一个书，他愿意花这钱把它吹出来，这个成果啊，真的是很奇迹了。6月15日就是李桥老师82岁大寿，苗栗县政府也伫发表会现场准备大吉两个为伊做生日，加上新版的剧本出来，也成为伊今年上难忘的生日贺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咱台湾民众5月份纳税才纳税，对着欠税哦，政府不管哪一个都有一寡撇步。亲像日本的民众哦，过去5年着欠税是达到1363亿个新台币，好真侪地方政府拢真伤脑筋，为着要讨这条钱，有的是一家一户去拜访，有的呢政府规气成立专案小组，专门伫咧处理欠税案件。こんにちは。一间一间弄门，穿着下水公务人员拜访民众，暗哥唔是为着独居老人的国家关怀，而是要足欠税。日本过去5年来欠税，和国库损失了5400亿的支票，相当是新台票1363亿5000万。再来是立木县管内5年来到57亿的支票，差不多是新台票14亿，是足未等来税款。何としても解決したいとは思いで対処しております。ただなかなか思い通りにいかないのが現実なところです。上门讨税找无人，打电话足税也无路用，为地方政府归期放弃。不过秋田县府内有地方单位税款负责人，因为将公文放进去，或者是不了解时候的何时，就放弃征收，遭到守法市民的指责。公诉员工也阁出来道歉。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对此，秋田县府每礼拜拢举办演说会，教导地方的税务科的员工如何缴税、加缴税的期限。不过，上川县却变成了专门讨税小组，负责公营主体税金、加创业者贷款等等。除了缴税金以外，50种税额拄着经济能力无法度行的，也阁会凭着欠税者能力来行钱。另外，恶意欠钱的也行法律途径来解决。安尼实施了后，成功缴回了2亿8000万支票，相当是7000万的新台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伫咧9.11事件了后，大大提悬机场安全检查规模，旅客拢爱排到路路长等台风超身躯。不过安尼做敢有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人员最近哦，因就惊做旅客伫咧全美国各大机场炸着武器，还佫一挂违禁品去坐飞机，竟然哦成功的比率达到95%。国土安全部红色小组探员继续深刻对全美国60个上无用的机场、炸枪、甲刀械等各种违禁武器来通关，结果70摆测试当中，有67摆拢通过安检，成功率高达95%。根据三调查报告，其中一个违章探员把触动金属阻力侦测器引发警报，按过三来运输安全局 TSA 安检员对进行拍身躯检查，却无发现粘在卡车片的爆炸弹，也是放伊过关。The terrorists do watch this thing. They do watch and they go to school on how they can learn from possible vulnerabilities.
这项秘密进行的测试，结果和国土安全部长强申请不满，徐天华现任运输安全局长卡拉维，或代理副局长哈特菲德。北京甲国会嘛真关心，刚讲民众伫机场排甲落落长，领袖侵犯温室全身 X 光、烫鞋啊、超爆发案件，根本就是无路用嘛。Results are astounding, troubling, and demand not just a minor response from the TSA, but a top-to-bottom examination and overhaul. President does continue to have confidence, and in response to that report, the Director of Homeland Security.Directed the TSA to undertake seven specific steps to try to address those concerns. 美国公布公司 ABC 报道，运输安全局为2009年起开过14,000,000美金买行李安检设备，又搁开1,100,000美金训练安检人员，拢总开新台币170亿经费，风扇算是甲纸糊的共款。国土安全部已经要求 TSA 修正标准作为流程，对前线安检人员甲主管搁在训练。佮爱重新测试后勤所有侦测设备，因为这仪器因为较少伫维护，根本无得到警示功效。记者综合报道。波兰的首都华沙的普雷加地区，过去是生产军火、弹药佮奥多麦的工业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甚至予德国的军方轰炸过，炸个密密麻麻。不过即马受到这纽约苏活区灵感的启发，即马已经变成波兰上界流行的文创产地。透明的厝顶照着日头光，让这栋白色建筑物看起来真高雅。这栋是波兰首都华沙普雷加地区时尚活动空间，但国正前却是一间破旧的大浴缸厂加粪扫堆。This was formerly ammunition warehouse, and for years it was used as a trash place.So it was full of trash and branches, some building elements. And then it was like only a trash place, and we had this roof, and we decided to make it translucent to get in the light and to make an event area.几个世纪在波兰对伫个德国加俄罗斯的军事侵略当中求生存，共产主义年代维持世界拢看到，受到美国纽约苏霍区加时尚区的灵感启发，加上波兰过去25年来经济成长，一群少年的建筑师加企业家发挥创意，加普雷加这个英国和日前德军轰炸制造弹药奥多拜工业区，改造成军创时尚据点，合作苏霍工厂区。企业家鲍尔1997年就看准苏霍工厂区的发展实力，念过波兰当时是市场经济时机还未成熟，一直到2010年，这场新一波的产业加城市景观革命才正式展开。Nobody believed that you can start up your project with an old factory which lies in a very bad part of Warsaw with a bad reputation, historically rather considered as a place not to go, not to even think that it's exist, and we managed to bring life here, and it's let's say most the nicest form, which is creative part of life.靠着新一代波兰企业家的创意，苏霍工厂区即卖更是博物馆、剧场、时装精品、高级餐厅，甲成为建筑重要据点，也展现波兰从出铁布了后，甲世界连接的转变。记者从海报登。咱来关心天气，今日明仔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大多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今日伫咧马祖甲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过到了后，伫东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爱特别注意。温度方面，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先来看一个北部地区的温度，上低31度，上高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高34度。伫个南部的温度上低31度，上高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高34度。伫咧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高32度。
新闻最后，咱做来去澳洲。澳洲动物园内底哦，有新的成员是河马宝宝，甲大家见面，真高兴。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中岛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We'll be right back.